共一起看就好了吧？够不够？那个，今天对，你先那个，对，他今天没有那个叫什么使徒信经没有？没有使徒信经。对，今天还有限时。好，现在有失败。我这个我也会看。平安，咱啊，主日的早时，搁一届来到圣殿中间。今仔日是代工节的第二礼拜吼，啊，咱要做伙来孝念，主要说为咱来出世，就是要读一段的圣经，第以赛亚书四十章，直接记载讲，有人声话在讲，伫旷野陪伴耶和华的路，伫沙漠修平上帝的路。一切的坎坷拢要填满，大山小山拢要写予伊家，关关家家要真做平坦，坎坷的要真做平原。耶和华应邀伫遮来显现，见到迄起的看见，就要讲这是耶和华所做。阿门。咱就是要来点到。第二礼拜，陪伴的垃圾。是请咱的敬拜团带咱做伙来敬拜。请咱起立，咱要用欢喜来迎接、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。Immanuel, Immanuel,
上帝真做咱的救赎者，上帝听就伫遮显明，伊的宝血救赎了咱。你宝血来洗净我，你宝血护我的画面。上帝有个来敬拜你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请坐，兄弟姊妹。这首诗歌来讲，咱有一个坐伫宝座顶的羊羔，咱伫遮来仰望伊的荣光。咱做伙来祈祷主啊，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，今仔日阮有何等的冠冕，主会当来到你的宝座前。主求你，予开阮的目睭，会当看见主你的荣光。予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来敬拜，乃是主啊，阮真正来到你面前，会当拍开阮家己，无阁追求阮家己内面的满足了了。乃是独独来仰望你，来仰望你，予你的心意会当得到满足。主啊，搁一届为着阮每一个来到圣殿中间来敬拜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，求你予阮今仔日早起，予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予阮会当渴望主，阮今仔日早起要拄着你，要看见你荣光充满伫这个圣殿的中间。我来感谢祈祷，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！那个上大的荣耀归于天顶的父。那么感谢咱的敬拜团，伫遮带咱做伙来敬拜。啊，这时我们来欢迎啊，唔知有头一届伫咱中间，甲咱做伙敬拜。我今仔日手顶无名单吼，唔知有倒一届来边啊看看，看有无熟悉无？还是真久无看的有无？完，安尼咱无吼，咱为咱的座位徛起来吼。那甲咱边仔的兄弟姊妹讲，一礼拜无看，真欢喜看到你。实在一礼拜无看到吼，安尼大家真笑脸啊，真欢喜看到大家吼。阿伯叔伫遮特别啊，有一个小叮咛，就是讲，咱即几天吼天气较冷吼，啊大家都爱穿个烧吼，啊因为落雨，所以塞车塞较慢嘞，唔免赶吼。啊最近车祸真济，因为咱住伫加州，咱住洛杉矶，较无习惯伫这个落雨的时阵咧塞车吼。啊、所以迄路的骨，大家要慢慢啊塞吼，唔免赶紧。OK， 啊，咱即时咱来看一礼拜重要的报告。后礼拜有缘有一个洗礼，顶礼拜有一个感恩一个洗礼吼。咱后礼拜十四、拜六暗时，甲十五礼拜，咱有每一个无同款的礼拜中间要来，你若有B 班要洗礼的兄弟，请甲牧师先报名，是甲团契的辅导主席报名拢会使吼。OK， 来啊，这个儿童有一挂活动，后礼啊，这礼拜下晡是后礼拜下晡吼，中昼的时间啊，咱有这个阿瓦纳甲咱的儿童的C 班伫中会堂的英文堂这个所在有一个音乐。这个演出哈，请大家中昼礼拜了后，老伯咱来英文堂遐，甲因参观，顺续参观咱英文堂已经这个装修好啊，吼，真水吼，咱会使来甲因看卖哈。来，十二月中咱庆祝圣诞的中间有真济特别的活动哈。十二月二一，就是讲两礼拜后的拜六，咱有这个 candlelight service 哈，有这个烛光崇拜。二二。是咱的联合崇拜吼，是咱所有的咱的台语堂、华语堂、青年堂、英文囡仔拢大家拢做伙做伙来庆祝圣诞十二月，过来，三十一唔是拜五、拜六嘛，唔是礼拜吼，三十是拜二，咱要伫教会中间有一个跨年，唔是晚会啦吼，跨年的礼拜。纪念上帝
在咱今年的中间，因带咱平安的行过，咱来迎接这个2020年，嘛是咱落福，直接设到50年啊。所以咱啊，31拜日的暗时10点开始伫只礼拜，欢迎兄弟啊，备办时间，直接所在做来参加来。啊，顶礼拜中间，咱伫花语堂有真济兄弟啊。最近毋是干呐，顶礼拜吼，有一挂兄弟伫咱中间啊，洗礼吼，求主保守因的信心，互因真正洗礼了后，毋是干呐洗礼就毕业啊吼，都免阁来啊，毋是吼，洗礼了后继续追求真理，追求认捌上帝，为因来祈祷啊，来。啊，为着拄仔所报告的即个几个日子，10月21、22、31，即个3A特别的日子，求上帝，互咱有一个美好的陪伴，特别为着咱的诗班吼，伫22的圣诞节的崇拜中间，要为咱献诗，啊，即摆咧用真侪时间伫遐咧练习，求上帝，互咱真正信心来帮助咱，啊，看见咱毋是干呐陪伴唱歌的尔，那是信心伫咱中间用诗歌。来纪念，我们主要说为咱来降生，来过来。啊，最近有一挂长辈啊，破病住院的啊，阿华基等嘛有一挂啊，伫一个癌症的中间咧治疗的，求主继续医治啊，纪念因的需要，让因心内有平安。够无？有啊吼，啊，咱即时咱会使做伙来祈祷吼，求上帝。我们刚才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我们的需要，求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祈祷，要达到上帝的面前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次来祈祷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每一日享受在你的平安和喜乐的中间。主，我们看见，主，我们12月中间有很多的活动，有很多的聚会，主，你也陪伴我们的心。当我来到圣殿中间来朝见你的面的时，主，我就效念你为我来降生，效念你为我来受死。特别今仔日，主，我要领受圣餐的中间，主，让我会当来到你面前，主，干那，不是干那领受这个饼甲杯尔尔，主，乃是效念主你的疼在我的中间，而且为我有需要才会兄弟来祈祷。啊，不管是伫病痛的中间，伫困难的中间，伫身体软弱的中间，主啊，你拢纪念伊。我来献上我的感谢，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这是咱圣歌队要为着咱来献首诗歌。Thank you.
上帝，荣耀归乎上帝。咱也多谢咱的圣歌队，啊，用这样水的诗歌带咱来崇拜咱的主。啊，今仔日是咱大港的主日，啊，然后看到咱的第二支的大港的蜡烛已经点起来了。这第二个大港的主日呢，这是第二支的蜡烛，代表听候无比。但是无比也是就是听候。咱来看感恩节一过了，咱来看真济只的。啊，圣诞节的这布置啊，拢已经出现了。啊，那去迄个啊买物件，咱就看到讲真侪迄个商店内面吼，已经这圣诞节布置拢已经出来啊。啊，你有当时啊，你也看到你的厝边无拄拄，因来这圣诞节的灯吼，嘛已经拢挂出来安尼。啊，过去两个礼拜，我伫迄个南美洲的巴拉圭吼，迄个所在，踮迄个所在两礼拜的服侍，伫迄个所在教册啊，甲伫迄参与因迄个所在教会服侍呢。我甲牧师娘住伫巴拉圭吼，一个东方区吼，一个叫做桥头教会吼，桥头教会啊，伫迄个所在啊，迄个教会因嘛咧备办圣诞节，但是啊，甲咱遮无共款的，咱即马咱遮是寒天，迄个所在咧，南美洲是热天啊，所以讲因的圣诞节拢是伫热天的时阵。啊，那这个因今年吼，啊，因这个教会这布置吼，是教会这少年人来负责。啊，顶一个主日12月7日吼，下暗啊，因教会长执啊，请我甲牧师娘食饭。啊，食饭了吼，下暗啊，回去到教会吼，已经是啊9点外咯。啊，因这牧师馆吼伫教会内底啊，所以是住伫教会内底安尼。啊，回去到教会所在，哎，是个奇怪啊，这教会啥那电话还阁光平平安尼。我讲，我来迄个因教会牧师娘讲，是毋是有人吼走入去安尼？啊，可无吼，啥9点外吼，下暗9点外教会还阁断更。伊讲，啊，毋是啦，迄少年人吼，因还阁踮遐咧布置吼，布置即个礼拜堂安尼。我讲，哇，够有影安尼哦，下暗9点外，应该毋是下早9点就已经来个教会咯。因即马到下暗九点，还阁无转去安尼。哇，入去真正一挂少年人还阁踮遐咧准备啊咧布置安尼。啊，我就答应讲哦，拄啊，好哩个仔吼，好哩个仔吼，一年干一摆圣诞节吼，啊无吼，恁就安那，啊就真忝安尼吼，因为吼，因咧准备这圣诞节吼，毋是干那布置尔，因要够吼，要够安那练唱歌跳舞安尼，我看因吼，规个月吼，规个月准备，啊实在真钦佩吼，即个吼，伫南美洲即个少年人吼，因为着准备迎接啊圣诞安尼吼，啊这经准备的这心吼，实在予人哈真甘心安尼，但是咱有看想讲。当年耶稣来的时阵，是毋是真侪人拢咧听候伊？吼，是毋是真侪人听候？还佫有是毋是真侪人拢去迎接伊？其实第一个答案是，确实是安尼。当年耶稣基督伊来的时阵，确实真侪人拢听候伊。但是第二个答案是，毋是迎接伊的人真少。当年耶稣来的时阵，当年咱的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，迄阵犹太人吼真大一个节日。啊，叫做光明节，哈努卡，啊，已经过去哦。这个光明节吼，就是咱吼，这个新历吼，差不多12月7日到7日这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啊，照摩西的历法，啊，等啊，这个耶稣吼满月了，就是差不多40天的时阵，啊，这个耶稣的老爸老母吼，约瑟甲玛利亚，因就带着这个 baby Jesus 吼，因头生啊，这个不是头生啦，要安怎讲，头前生啦吼，头前生吼。就是头生吼，头前生诶，即个吼，即个耶稣啊吼啊，到圣殿内面吼，按照摩西律法要献乎上帝安尼。啊，迄一天吼，犹原咱也看到讲，伊啊即个约瑟吼，准备了两只吼，诶，可能是放假，还是啊即个婚嫁吼。啊，显然吼，伊毋是真有钱诶人嘛，所以吼，即准备两只即个婚嫁也是放假。啊，你讲看讲，因来到圣殿诶时阵。同款吼，圣殿内面原来是下下客客。像咱讲，这犹太人的圣殿吼，有一个外院，这外院吼三地，啊一地吼叫做外邦人院，啊另外一地呢叫做女院，啊另外一地叫做男院。啊这女院干那是查某会当去，啊男院呢干那查甫会当去。啊但是独独这个外邦人院吼，啥物货人拢会当去，就是讲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，你唔是犹太人好，你也拢当会当去外邦的。但是啊，这個、外邦人院吼，嘛是干那像菜市啊同款。因为迄个所在真差，咱知影真侪人咧做安那咧换钱啊，啊咧卖牛啊卖羊啊，所以讲迄个所在真差。但是咱看，伫即个遮尔侪人咧下下客客中间，约瑟甲玛利亚抱着因吼，即个打出世啊，啊伫咧人群中间咧行，突然当中间吼，两个老大人啊，两个长辈啊出来迎接伊，一个人吼叫做公义的西面，
一个另外一个人叫做先知阿拿。咱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迄个所在，即个故事安尼同人讲，讲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，伊个名叫做西面。即个人真公义，一个公义的人，一个虔诚的人，伊定定咧盼望这个安慰者来到因的中间，又搁有信心伫伊的身上。伊得到圣神的启示，伊才知影讲，伫家己还未死以前，的确会看到主的这个基督。伊后受了圣神的感动，伊就进入圣殿迄个所，刚好遇到耶稣的老爸老母抱着耶稣礼拜。哎吼，这个伊就按照吼，要按照这个律法的规矩来。然后西面伊就进前来，用手来接过耶稣，啊，然后称颂上帝，伊讲主啊，如今吼，你会当照着你的话。啊！偷放你家己的仆人啊，来过身。啊，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到你的，就是你伫万百姓中为阮所准备的，就是照亮迄个外邦人的光，还有你的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啊，然后这耶稣的老爸老母，就为着因为这个西面讲耶稣话，因感觉真稀奇。啊，然后西面为因来祝福，啊，佮对。这个玛利亚安尼讲，讲这个囡仔被吼建立的时阵，伊要叫到以色列人中间真侪人要互因跋倒，但是嘛，真侪人要因为因来兴起，啊，佮因为吼伊啊要做真侪吼来讲吼，讲这歹话，会这个话柄安尼，啊，又佮要叫真侪人心内面的心思佮意念显露出来，啊，你家己的心嘛要敢若像互刀下来割共款，啊，这当阵。还有一个查某的先知，叫做阿拿，伊是亚瑟支派的这个法内利的查某囝。伊阵已经年纪真大了，伊对做查某囡仔出世，来就出嫁的时阵吼，伊甲这个因翁，他们拢带七年了，伊就准变成做一个寡妇。即阵已经84了，伊无离开圣殿，伊禁食、祈祷、日暝拢伫迄个所在侍奉上帝。当到迄当阵，伊进前来。来称颂上帝，啊，佮从即个囡仔的代志，啊，佮即一切对即个一切盼望，即个耶路撒冷会当得救的人来讲，咱来看到当当时迄阵真侪人下下去圣殿迄个外院迄个所在行来徛去，咱也是想着讲，其实同款真侪人有真侪人吼，其实每一个圣诞节拢佮耶稣呐擦身而过，啊，但是咱看到即个故事内面。这些人对耶稣的边啊行过去，但是只有两个人认出，这个婴啊就是这个救赎者，也就是以色列人所听候的这个弥赛亚，这个弥赛亚。但是谁那敢那两个人会当遇到这个耶稣呢？这个 picture 里面吼，这是东京吼，东京这过圣诞节的时阵吼，一个吼，一个街头的这个 picture 吼。啊，恁知影吼，就是美，伫这个日本吼。日本这基督徒的比例吼，无甲一趴，吼无甲一趴吼，就一百个人内面无甲一个，较无甲一个人，也是这个基督徒。但是圣诞节在日本吼是一个真大的节日，吼你来看，像这个吼，这街道内面吼，哎啊布置成安尼吼，这开真侪钱，佮开真侪功夫，啊会使讲每一个圣诞节在日本吼。主要的这大城市哦，拢布置甲足水啊呢，哇！但是这日本吼，伫日本过圣诞节吼，实在是一个真欢乐的一个日子，因为这是一个呐，大家互相来送礼物的时阵，特别吼是这个情侣吼，一定爱吼互相来送礼物。啊，你啊看吼，真济这个商店拢有来打折吼咧卖物件，啊，来看真济餐厅拢推出这个圣诞节的大餐，但是也有人安尼讲。在日本咧过圣诞节吼，有即圣诞节的时阵，所有应该有的物件，啊，有即圣诞节的布置，啊，有即圣诞节的礼物，啊，有即圣诞老人，啊，个圣诞老人的什么会 ？reindeer 吼，遐鹿啊，啊，但是啊，敢那一项无，迄项是什么会？耶稣，就是无耶稣。所以讲日本的圣诞节吼，会当讲是一个无耶稣的圣诞节。大家人拢咧过圣诞节，但是大部分人吼，拢甲耶稣啊呐擦身而过。其实咱看哩，咱欧美的地区吼，同款，咱吼圣诞的时阵，大家吼真闹热，吼布置也好，礼物也好，啊个哈啊放假也好，啊其实吼，咱吼特别吼爱注意，其实咱欧美圣诞节嘛，真济时阵吼，渐渐时吼，咱吼听候这个圣诞节，其实咱听候的什么？唔是听候咱的救赎主，唔是听候咱生命的主耶稣基督，真济时阵吼，咱是咧听候什么？是咧听候礼物，是咧听候什么？放假。啊！你看一下犹太人，
因到今仔日犹搁咧听候马赛亚来到因的中间。对因来讲，这个马赛亚是因的超级的英雄，因为这个马赛亚来的时阵，要带这以色列人打败因的仇敌，啊，伫地面上建立一个马赛亚的一个国度。但是路加福音同因讲，讲以色列人到今仔日犹搁等的这个马赛亚，其实偌久以前已经来了，偌久以前2000年前已经来了。但是这个马赛亚来的时阵，不是用一个超级英雄的这个姿态出现，不是，伊是用一个婴仔的姿态来出现，一个婴仔，而且这个婴仔不是出世一个王宫内底，不是，是出世伫一个真平凡的家庭，约瑟甲玛利亚的家庭。难怪大部分的这个犹太人拢认无出来，其实因所听候的马赛亚已经来到因的中间。但是就算是安尼，犹原有两个人。先跟人讲，犹原有两个人，因来拄到这个马赛亚，无甲大部分人同款，甲耶稣擦身而过。对西面，甲对阿拿因的身上，咱当学着什么货？其实，咱要来听候咱的主来到咱的生命中间。第一爱做什么货？第一当然就是爱听候嘛。因为西面甲阿拿，因拢是真忍耐听候主的人，因对主吼的来临，会使讲真敏感。咱来看到圣经安尼也达人讲。伊讲，这个埃拉撒勒有一个人叫做西面，伊是真公义、阁真虔诚人。伊定定拢咧仰望以色列的这个安慰者来到。这个安慰者其实也是一个救赎者的意思。所以定定拢咧仰望这以色列救赎者。伊这伊讲的素来盼望啊，这素来盼望的意思就是定定拢咧仰望，唔是吼有当时啊仰望，有当时啊无仰望。会使讲伊每一工拢是伫仰望这个救赎者来到的中间。来度过，度过。所以伫这个所在吼，其实讲一定定咧五芒，这个五芒嘛不是清清菜菜咧五芒，这个五芒实在是吼真热心伫这个所在咧五芒，哎，但是心佮带着什么？带着信心。像咧讲伊五芒，伊五芒唔是，这个信心唔是家己来的，因为伊知影这个救赎者一定会出现。这是安那？这是先知的册内面一定答应答应讲啊，讲有一个马赛亚会来到你的中间，所以的愿望不是借着伊家己的信心，不是伊家己相信讲马赛亚来，是因为主已经答应讲了，讲伊会来，所以的愿望是带着一个真大的信心。但是啊，这个愿望嘛是带着耐心，但是因为一天一天过去了，这个、西面呢，到讲吼，这个、西面迄当阵已经超过100岁了。所以人已经过100岁啊，还阁会当活偌久？伊个嘛，一家己嘛唔知影，日子伫主的手头。但是啊，伊等到100岁咯，但是是安那主拢还袂来，伊还阁留完安尼忍耐的等嘞。所以圣经安尼即个所在谈讲，讲吼安那伊等着主，因为伊是一个定定咧仰望主来的人，即定定咧仰望主来的人，热切盼望主来的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我晓得，阮到。这狗仔吼，嘛会等主人回来吼，那是牧师娘吼时阵，啊吼，差不多到下晡吼，因为这牧师娘回来到厝内面，差不多下暗8点咯。啊吼，我一般来讲，是我先回到厝内底，但是我就发现讲，这狗仔等主人回来哦，真正差不多吼，你若看吼，我伊袂晓看手表啊，吼对不对？伊嘛袂晓看时钟，啊，所以唔知影差不多几点。但是我发现讲。真正奇妙，那时间差不多要到的时阵哦，伊就呐，伊就无去当下趴伫迄个所在，伊当下吼日时啊时阵，当下当下趴咧啦困咧。但是差不多吼，主人要转来，伊知影哦，伊就爬起来当下咧，哇济！但是哦，迄当阵吼，迄耳仔呐，耳仔就翘起来哦，当下咧听，听什么话？主人脚步声敢有来？主人转来阿未？哇！伫迄个所在，那是有一点点啊风吹草动，草动爱着呐。好，伊就当下哎呀呀呀呀啦，就是讲吼，牧师娘转来啊呢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你知影真困，什么代志啊？有当时啊，牧师娘出门吼，去参加退休会的时阵吼，啊，迄天下暗无转来。伊讲袂晓听，我若伫厝内面吼，我发现讲我嘛得爱对狗仔解说啊。啊，因为啊无伊遐当下哭哭蛋，啊，我来讲吼，啊，这个，袂晓来解说，我讲，你知影今日？这个牧师娘吼，我讲妈咪袂转来，吼，伊吼出去吼参加退休会袂转来，讲几波又听无要听，无要听啦，伊游玩踮遐咧听吼，热切踮遐听吼，啊，真正若是我风吹草动，安那得安那，好，就一直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讲吼主人要转来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
哥布里将吼，都炮开，因为伊无相信我讲的话，伊就无无将门炮开，伊讲已经转来啊，我讲也未转来，伊今仔未转来啦。啊，哥布里将踮迄个所在，踮一直踮迄个爬啦爬爬，我要出去啊，好啦，真正门炮吹，伊出去走一人，有转来无转来，也无转来。我讲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，有一个人叫做西门，是安怎这侪人甲 A A K K 甲耶稣拢擦身而过，但是这个人伊就拄到耶稣，因为安怎，伊是一个听候的人，听候主来的人，遐就莫听候主嘛，就是安尼。咱你讲真正仰望主来到你的生命的中间，才有一个人伊叫做西门。就是因为伊热心伫迄个所在听候，所以听到圣神真细声，他讲你着去，因为主已经来了。伊有悟到无？确实有悟到。还佫有一个人，伊是一个女神，叫做阿拿。阿拿伫迄个所在，圣经安尼同咱讲，圣经来讲，伊讲是伊是阿拿来听候主来的。伊迄个所在，伊讲伊无离开圣殿，离开圣殿，禁食祈祷。你每拢伫迄个都在侍奉主，你吼，像那讲叫做敬食祈祷吼，伊特别啊。咱有当时啊，咱讲敬食祈祷，咱讲枵一顿啊吼，就安尼真困难。但是你有发现无？当你敬食祈祷的时阵，你内面灵个啊呐，较敏感、较静音，是不是呢？因为你伫迄个所在专心伫迄个所在，唔是为着无食饭，那无敢那无食饭，无祈，但是无去祈祷，敢那无食饭，无去祈祷，迄叫做啥物货？迄叫做节食，吼，对不对？迄叫做节食，迄毋是叫做禁食祈祷。但系无食饭，搁伫遐呐，伫遐咧祈祷，迄叫做禁食祈祷。所以人看阿拿，伊讲真习惯，定定，咱有偷看到一个人，定定伫迄个所在定候，即、这个所在伊讲，伊是禁食祈祷，伫迄个所在定候住。啊，所以咱看到当住来的时阵，伊个灵会敏感无？当然会真敏感。而且伊一直守伫迄个所在，守伫圣殿迄个所在，所以伊就敢若像安那，伊就敢若像一个葡萄枝，接伫迄葡萄树顶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即个有啥物款的变化，即个呐，葡萄树有啥物变算变化，即个葡萄枝随时都反映出来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真侪人拢无遇到因所听候的弥赛亚，但是这是另外一个人，伊叫做阿拿，没。迄、那个所在更加祈祷，所以伊就悟到，因为伊伫迄个所在听候。我叫你咱有几啊遍，啊，请台湾来的一个牧师，叫赵小英牧师吼，赵小英牧师来到咱的中间，啊，互咱做训练。啊，伊有一个真一个温处点点特别，就是吼，伊会为人祈祷，用这个智慧言语吼为人来祈祷。啊，我看伊祈祷，当然我知影这是一个温处，唔是每一个人拢有，但是我也真好奇。我就问讲，啊，是安那你会当安尼吼来服侍安尼？啊，伊讲吼，有一个吼，除了这是一个温书以外吼，但是有一项，就是安那，一定定伫主的面头前，伫迄个所在听候，所以灵特别敏感。唔是当然温书，但是温度要加上训练呐。但是就是定定用安那，定定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所在听候。你来看这个所在，那西面是一个。伊伫迄个定定，伊是一个工业人，所以伊有信心伫个心上，伊定定伫迄个所在热切盼望。所以一阵啊风吹草动，主一听到主真小真小微小的声，达讲主已经来了，主已经来了。咱看，这是另外一个人，伊临暝拢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在敬虔祈祷，就参像迄个赵小云牧师同款。伊讲吼，伊像那定定对灵内面会遮尼敏感，就是伫迄个所在听候。我讲啊，定定听候是啥物意思？吼，定你嘛要讲一个，我知影。定定听候是啥物意思？伊讲，无好啦，就安尼吼，解说互你听吼，真困难。但是安尼，伊讲吼，啥物叫定定听候？就是我差不多拢无咧看电视。安尼，伊讲吼，安尼就是我咧讲吼，即马吼，即看电视吼，应该是一个代表。迄个意思，我不太常看手机。我也不太常怎么样看我的平板电脑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哎，所以这就是定定听，这就是伊个原因，伊是一个听候的人，所以吼，说我上帝对伊的感动，爱得怎样，伊得他讲出来，就讲这条智慧言语安尼。啊，所以咱看这另外一方面呢，看到吼，因有啥物特质，因啥那会当遇到耶稣，因为是顺服的人，咱看吼，西面真敏感，圣神的带领。啊！吼，伊军队圣神离开啊呐，离开伊感觉真舒适的所在，啊，因着个人甲住三度。伫迄个所在，路加福音安尼，达人讲，
讲西面受着圣神的感动，要入去圣殿内面，拄啊好无着耶稣的老爸老母抱着耶稣入来。咱看西面是一个定定咧祈祷的人，迄圣神感动伊，离开伊定定祈祷的所在，入去倒位，来到圣殿迄个所在。咱看到圣殿迄个外院的所在真大，哇，足济人伫迄个所在行入去，伊开始找。你想西面咧找啥物人？你看即摆来讲，弥赛亚进来，伊伫圣殿内面。你看你来到圣殿面，足济人，你会找啥物款的人？我互我想到讲，伊说人个第一个王，第一个人叫做以扫。以扫是啥物款的人？以扫是一个高强大汉的人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咱若要选领袖，咧选这种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啊，弥赛亚是一个将军呢，是一个超级英雄，所以讲伊的确呐高强大汉。咱讲这个以扫吼，较早呐是啥物款的人？伊吼徛伫众人中间，徛咧比人啊呐。关一粒头哦，一到庙就看到啊，你看就知无？所以咱看到西面呐、啊，这个奥利桑来到圣殿的所在，一定在那吹啊吹啊吹啊，一直吹什么话？一定往顶面看嘛，因为看啥？看较大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吹啊吹，有吹到无？其实无吹到，圣神拢无准你讲，这个不是，那个不是。我看到，我想到讲一件代志，迄个去撒母尼要来告我啊，这个、代表的时阵，来到这个。约瑟因的厝啦，啊，来到迄个所在，啊，来到所在开始吼，就讲啊，恁囝吼，有当他叫出来好无？啊，好啊，我拄啊七个后生呢，啊，七个后生拢他叫出来。伊看这以利亚，哦，以利亚人高强大汉，生个真烟头啊呢，啊，就讲一定是这个，一定是这个，这个、代表吼，唔是，伊唔知影代表的是啦，是不是这个要来搞魔这个人？伊讲唔是，上帝才真明显，他讲唔是。啊，搁在讲吼，伊安尼啊讲，上帝安尼在上面哩讲讲，你唔好看伊啊啦，生作真缘投，高强搁大汉，但是我要选呢，唔是伊，因为啊，因为我看人，甲恁咧看人无同款，恁是看倒位，看外口，啊，我是看倒位，我看内心，所以无同款，啊，所以吼，你看约瑟七个囡仔，七个囝出来，一个一个对伊面头前经过，是唔是？拢唔是，这个也好。啊，迄、那个也好，因为拢高强个大汉，落尾手拢唔是安尼，到底是虾米人？高不离枪，萨摩尼在那问讲，约瑟讲，啊，你敢有囡仔？感觉这七个，啊，迄阵吼约瑟就，啊，还佫有一个，还佫有一个撩妹仔囝，袂记哩啊，遐咧，那个，那个故乡啦，啊，呾叫转来，叫转来，无伊个讲，上帝讲啊啦，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，因为家己个老爸拢袂记哩，还佫有一个，敢若七个，还佫有一个，哈、啊，七加一，哈、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，就是一个。啊，看到西面咧吹吹啊吹啊吹啊，啥那吹无？因为吼，伊入面的时阵哦，咧一定咧吹遐高强大汉的，人总是呢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那是 superhero， 这是一个哦，马赛啊，一定是一个 superhero。在咱的中间，一定是那高强大汉，因为要烧战嘛。那无伊啥物，无是讲伊嘛是仰头咧看天，无拄拄那是讲，唔是这个高强大汉的人。无拄拄吼，伊突然会对哪哪天顶降临来，阮个中间。但是伊吹啊吹了，突然伊听到圣神真小的声。你的目标伫头前一百尺，咱来用 Google Map 定定拢话呢，对不对？咱来开导航器，对不对？咱要去倒位，伊就同咱讲吼，向左转，向右转。啊，然后特别搞笑，伊讲吼，目标就在前方啦，100尺的地方。突然伊听到圣神真小的声，他讲。你的目标就是头前一百尺，伊目睭一个起金来看，哎、欸，敢有可能是这草地人啊？你看约瑟干嘛哩？倒位人？倒位人？因倒位人？草地人？倒位拿撒勒草地？啊，伊是亚鲁撒冷啊！伊看这草地人，看清楚就知影。干这个，圣神讲，你已经真接近了，真接近了。伊到了约瑟的面前，伊差不多呐，未喘气了。但是圣神讲，唔是这个。伊讲倒一个，伊看到下骹迄个什么人？耶稣是一个红孩啊，一个红孩啊。所以吼，约瑟哈，即阵吼，西面真顺服，伊安那，伊用啊啦，真客气，将迄个孩啊来接。开始一，你看到迄个所在，因为咱已经真习惯啦。耶稣基督出世的时阵是一个红孩啊，但是你有看到第一个圣诞节的时阵，咱看到一个老大人抱着一个孩啊，然后对伊安那。咧对伊敬拜，咱已经真习惯讲敬拜迄个红孩仔的弥赛亚，迄个红孩仔的耶稣。
但是啊，咱看到这个所在，对西面来讲，伊是完全的顺服，因为完全说，伊才会安那，伊才会悟到这个弥赛亚。伊若无顺服，讲，哪有可能是一个红鞋啊？无可能吧？但是伊安那，伊顺服，认知的舒适区内底，信心讲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安那，就是这个，就参照这个撒母尼同款。啊，这个也不是这个高墙大汉呢，啊，落尾话还过一个了不要紧，上尾一个对，就是迄、那个。你要看着，你要看一个老大人伫迄个时抱着一个红孩仔，咱看着圣经安怎人讲，伊抱着这个耶稣了，开始安那伫迄个所在敬拜伊，迄、那个所在敬拜伊，咱来看着。其实吼，圣诞节是一个是一连串的故事所组成的。顺服的故事是倒一个，上大的顺服故事就是咱的主，圣子顺服圣父的旨意，成做安那，成做人的样式。咱知影这人的样式是啥物？就做样式，有做样式。所以这是一个上大的顺服，离开安那，离开三位一体的上帝来到咱的中间。咱来看这圣诞节的顺服，还有约瑟甲玛利亚，因的顺服，咱看到约瑟。一个二男，呐，阿未结婚，某就有啊呐，某就有身。咱看了玛利亚，一个财色女，阿未结婚就把肚大起来啊。但是因为因的顺服，耶稣基督才出世伫咱的中间。但是咱看到，还有东方来的博士，咱虽然唔知因的名，因为顺服，因父已经来到咱的中间。咱看到伫旷野内面，各样的遐个各样的人，因为因的顺服。因成做第一批，但百姓讲，这个弥赛亚已经降生的人，所以咱知影，这个所在还阁有两个人，当中这么多人，甲耶稣啊那擦身而过，但是有两个人认出，伫人群中间认出，这个婴啊，就是弥赛亚。因是虾米人？就是西面，因就是阿拿，因为因的顺服。当中以赛亚弥赛亚，咱中间的时阵，讲。咱吼，若毋是顺服上帝人，咱就是真做安那，真做无顺服上帝人。因为这个西面对玛利亚讲，讲这个囡仔被建立，伊要真做对，要吼叫这个以色列人中间真侪人来跋倒，嘛有真侪人因为伊来兴起。因为讲，其实意思讲，那顺服上帝人、顺探上帝人，伊就是啥，上帝就真做这个伊啊，马赛啊，就真做，敢若伊搬石同款，伊会被起立起来。但是你若无愿意顺服主，你若无愿意顺服伊，伊就会真做，敢若像你搬脚石，把你搬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当当来迎接咱的主的时阵，咱还问咱家己一个问题：我是不是一个顺服主的？我到你来顺服，无第三个选择。不是你顺服主，就是你无顺服主。咱最近拢读这启示录，已经读到上落尾的21章了。21章顶尾读了了，明仔载就是上尾一章22章。伫迄个所在，咱看到伫将来迄个大审判的时阵，敢若两种的人，一种的人就是因的名写伫生命册顶面、生命册顶面的人，所以因啊要想出因生命活水，甲主啊。甲住上这个地带，但是还阁另外一种的人，因要去的所在就是硫磺火湖。哇，敢若这种的人，敢若这两种人，一种就是顺服主的人，一种就是无顺服主的人。我看吼，无第三种的人，啊，而且无顺服主的人，因去倒落，因去硫磺火湖。我读起个圣经的时候，我才确定，硫磺火湖敢是啥物人住的所在？是啥物人去的所在？是啥物人？也就是撒旦去的所在，敢是的。兄弟姊妹，当当咱要来迎。咱来做的时阵，搁一遍，咱应该问咱家己：我是不是愿意顺服主？我是不是愿意顺服伊的带领？最后，咱看到第三个，就是你有啥物特色？是安那因会当无着耶稣？因为因是传讲的人。咱看到这个阿拿，伊的心现实就伫迄个所在来宣扬讲主已经降临嘛，好消息。则真侪人讲，唔好干那等尔，因为已经来了。咱来看特别伊讲，伊是一个女的神祇。伊来到主的面头前，拄到又同西面同款。原来发现讲，原来弥赛亚唔是一个大人，是一个什么货？是一个婴。来到因的，所以伫迄个所在称颂上帝，然后佫将这个好消息，达真侪人伫迄个所在讲。
你也看到路，这个路家在这个所在用一个真巧妙的方式，把咱见证。要按照摩西的律法，然后任何人就什么代志吼，你要做见证，爱上少爱有几个见证人，有几个见证人呢？上少爱一个，还是两个？上少爱两个。像讲，像咱讲，伊就是用这两个人，西面加这个阿拿，达兰讲哈，你莫阁等咯，因为这个马赛亚已经来到咱的中间。一个是一个虔诚的人，定正热切的仰望的人；另外一个是女神的，每拢伫迄个所在服侍上帝人，就是因用这两个人真苛刻的人，伊达兰见证讲，唔免等咯，因为这个马赛亚已经来到咱的中间。但是路加伫这个所特别讲，阿拿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伊什么款的人？你讲查甫人，唔是我知影啦。好，但是阿拿是什么款的人？伊是一个先知，伊是一个先知。你知影吼，先知是什么意思？先知就是有先见之明，才叫先知嘛，对不对？别人也唔知影，伊先知影，所以这叫什么知？叫做先知嘛。但是先那是伊家己知，无答别人讲，伊叫做什么知？伊叫做什么知？你知无？无知啦，啊，无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知是你的代志，啊，我唔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唔知，我就是无知嘛，对不对？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，你看，这个所在，伊是先知，伊是阿拿，伊唔是干那是一个先知，因为伊先知，因为这一个先知吼，啥那叫做先知，是因为伊答别人讲，伊所知影的代志，伊所领受的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伊叫做先知。所以讲，你看。已经得到一世人上大的一个启示，这个启示什么话？这个启示就是弥赛亚已经来了。这是啊，所领受一生所领受上大的一个启示，所以会当 keep it to herself 呗？会当未？当然未当。所以你要看先知，所以随时伫迄个所在，倾向上帝，然后将这个好消息，但一切的愿望，一切的愿望救赎者，也是弥赛亚来的人。但讲这个好消息，因为咱咧听候圣诞节，咱的救赎主来到咱的中间。其实吼，免咱听候，其实听候的意思嘛是达人讲，咱吼的救主已经来到咱的中间。现在就为咱想讲咱家己，咱刚有生落来就知影讲，圣诞吼，就是啥，就是弥赛亚来到咱中间。咱生是生过来，家己都知，当然唔是嘛。当然是因为有人把这个好消息来讲，所以咱知影讲圣诞节不是干那放假，不是干那礼物。圣诞节是什么会？正好咱的救赎者来到咱的中间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有人把咱讲，吼，咱就吃着什么会？咱就吃着先知。谁那讲咱吃着先知呢？因为咱比别人较先知影，还佫有真侪人因唔知影圣诞节。就是什么人来到了，就是弥赛亚来到。对因来讲，圣诞节游玩就是礼物，加啥，加了放假。但是咱知影，圣诞节不是干那礼物加放假，因为有人先达人讲，咱就真做先知，咱真做先知，咱就哪，咱但是不是要达别人讲，无咱就不是哪，咱就变做什么的，就变得无知，无知了，咱就真做无知了呢。做先知是什么会？先知就是比你较先知影。对不对？你得必须比你较先知影，然后我比你先知影，我答你安那，我答你讲。所以咱看阿拿伫迄个所在，一开始就答别人讲，讲迄个救赎者弥赛亚已经来了。我问讲，咱伫这个听候主来的时阵，咱嘛叫做参像阿拿同款，咱答别人讲，无吼，互口互较少的人，应该是讲圣诞节。但只是当下咧听候黎明，唔是圣诞节，但听候迄个救赎者，咱生命的主，救赎者来到咱的中间。足侪年前，有一个囡仔，吼，一个查甫囡仔，啊，伊吼一届意外中间，啊，叫火啊啦，烧着，哇，烧到真严重，规身躯吼拢啊啦，拢吼拢啊，规身躯拢个叫烫伤安尼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所在真痛苦，啊嘛袂当去学校读册，吼。啊，然后因可能在因吼校区内有一个政策，还是政策就讲吼，那就囡仔吼因为吼代志啊，袂当去吼上课啊，啊因嘞吼请老师吼有主管嘞吼，主管嘞老师啊去因伊迄个所在吼啊代补课安尼。啊，然后真幸运，就是这个囡仔有一个老师，啊伊吼啊主管下课了，
去给孩子补习，这样啊，不然比较不让孩子落后太多。然后那天他这个老师就到病院里面，哇，看到这个孩子很可怜，规身躯都烫伤，很严重，果不其然，他就这样打补课，补课之后他就回去了。第二天他又回去要给他补课的时候，这个护士跟他问说，请问老师，你当当时跟这个孩子说什么话？爱听一首切一个，伊讲，我是讲唔对话，还是在讲什么话？你看安尼答问，你是在讲什么话？代志讲，无啊，我无代讲什么话，我只是在上课尔。伊讲吼，我这个护士台，这个老师讲，真奇怪呢。伊讲吼，你早来以前吼，这个囡仔吼，会使讲吼，拢无啥物求生的意志，因为这个实在是真严重啊。啊，拢会使伊吼，拢无啥物求生意志，安尼真消沉啊。但是你走了吼，你走了，伊突然敢那像变一个人，哦，规个求生意志拢起来哦。伊感觉，我感觉哦，伊即马敢那像看起来哦，开始较好啊呢，较好啊呢。啊，然后两礼拜真紧就过去啊。啊，确实吼，这个囡仔哦变得好了真济。啊，然后这个护士啊问这个囡仔讲，你头我讲哦，是安那讲哦，两礼拜前哦，你看起来敢那像差不多吼，真严重真吃力了呢。谁让恁迄个老师来了，你规个人拢变一个人安尼，你即摆已经好啊，差不多拢要好啊呢，得要出院啊哦，安尼，你是啥物原因啊？然后即个查甫囡仔奶奶讲，伊讲吼，因为我吼受伤吼是足严重，我已经无希望啊，我差不多要死啊呢。但是啊，落尾出老师来啊，老师来啊，带我补课安尼。我想想的吼，我想啊，安尼代表讲我一定会好啊，我一定好。谁安怎讲呢？因为吼，我若是一定会死吼，啥物人需要开时间，对不对？是安那无需要开这个时间，但我补课嘛，这代表讲学校派人来，吼派人来吼，派老师来，但我补课，表示讲我那一定会好啊，一定会死，一定会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规个人吼，全拢改变过来安尼，因为安那我一定会好。兄弟姊妹，咱拢生伫过犯罪恶中间。但是咱若是一定会死，人拢是生伫过犯罪恶中间。但是咱若一定会死，是安那上帝需要派伊个独生子，咱个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咱个中间。因为伊来，咱个生命完全无共款。就参照迄个查甫囡仔，因为伊个老师来，虽然伊是误会咯，但是因为安尼，伊个生命呐，完全拢呐翻转过来。兄弟姊妹。当当咱咧听候咱咧圣诞节的时阵，咱嘛应该安尼好，咱得安那听候伊，毋是干那听候内面，咱得安那顺叹伊，毋是干那顺叹咱家己，咱得安那传讲伊，毋是干那讲咱家己的故事。你敢有愿意？咱安尼来迎接咱的主来到咱的中间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说：“我感谢你，伫阮咧听候，祝你咧更新，而且咧纪念的日子的中间。”主啊，我唔敢那是听候的尔，我唔是敢那顺从的尔。主啊，我愿意来宣扬主你的名。主，我直接献上我的感谢，我知因为听的缘故，主你为我降生伫这个世间的中间，为着要救赎我的罪。主，当我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期的内面，主，我搁一届来笑脸，主啊，你为我。来到这个世上，真多肉体，真多多情肉身，我会当有一个愿望，有一个永远活的愿望。主，我都伫只献上感谢，我也愿意将这福音传予阮身边所有的人，帮助我更加认识你，来跟随你。我来感谢基督，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嘿，即阵。嘿，即卖咱即阵来坐主的桌，请长老进前。我要邀请咱中间已经受洗基督徒三甲五分来坐主的桌。如果你若还未受洗，我欢迎你来观礼。但是咱后礼拜有洗礼，请你紧紧来准备。后一遍，咱过来收圣餐坐主的桌的时阵，还是一月的时阵，你三甲甲阮五分。嘿，即卖咱所受的圣餐是咱的主所传予咱的。当当咱的主疲惫迄一面，伊提起饼来祝谢，掰开安尼讲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所写的，恁都要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”
现在是不是在座每一位已经受洗基督徒都拿着主的身体，如果没请你举手让我们来服侍你。好，现在我们从感恩的心三甲来领受主的身体。你吃饭了后，我们的主拿起杯来这样说，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每一遍若是饮的时候就要这样走，为着是纪念我。是不是在座每一位已经受洗基督徒都拿着主的杯，若无请你举手，予阮来服侍你。好，现在我们存感恩的心，三甲来领受主的杯。请长老将杯放伫盘内底。现在我们尽量将杯啊、吼空的杯啊啊集中到中间的走道。啊，等下咱来交代，会当来收。下面咱继续要用奉献来敬拜咱的主，请交代准备。在我们今天所收的奉献里面，我们收十分之一，我们应该六个，还有我们疼心的奉献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请敬拜团准备。现在我们三个来祈祷。主，我们奉献我们自己，奉献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头前，因为我们是你命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众人中间，我们没跟你擦身而过。在万人的中间，我们认出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。主啊，我知道你已经来到我们的生命中间，主，这时我们要按照你所对我们说的，我们要听候你，我们要顺服你，还有我们要跟随你，将这个好消息传扬给还不知道你已经来的人，帮助我们。这时我们要用我们的奉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主，是我们应当立的十分之一奉献，因为我们一切一切都是对你那来的，还有奉献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
愿主你来感动啊，来予你这奉献，成就你圣工的路用。听阮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现在请为咱继续用奉献来敬拜咱的主。三角起立，用一首的诗歌来回应。美丽，伊玛内利，伊玛内利，伊名称罪。继续的时阵，咱三甲来到主的面头前，来用淡薄的时间对主的面头前来回应。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底，你是不是愿意来迎接救赎主、咱生命的主、拯救你生命的主耶稣基督？在你的生命里底，你是不是愿意来迎接你，真多你的主？若是你有愿意，会当将轻轻将你的手放伫你的心肝顶面，我愿意接受主，真多我生命的主，搁一遍。我还阁有一个邀请，是不是当当圣诞节要来的时阵，你愿意搁搭一挂的人讲这个好消息？因为还有很多人对他们来说，圣诞节只是礼物和放假和放假，是不是这样？若是你有愿意，你也可以轻轻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肝头上面，表示说我愿意。有这样的人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三个来祈祷，主再一遍来到你的面头前。两千年了，你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，已经两千年。主啊，但是还有很多人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还在等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。还有很多人，他们的生命是没有希望的。圣诞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放假的日子，这是一个交换礼物的日子。主，我们已经先知道你已经来了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意爱就像亚拿一样，对一切在愿望救赎来到我们中间的人，但说
救主已经来了。主啊，检查呢是听候你来，来给我们生命上好的方式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年的圣诞节，跟过去的圣诞节过得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将这个好消息已经传给更多的人，帮助我们。你听到我们头啊，每一个人的祈祷，听到我们头啊，每一个人的回应，求主你的生存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感谢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犹原站立，三个来领受主的祝福。但愿我们的主的恩典，还有天父的疼痛，还有圣神的安慰、交通、坚固、扶持，时时跟我们众人三合在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们。祈祷必回，那头像是祈祷的所在，如何有任何需要，咱三甲来个主的面头像祈求。上帝听你，我也听你，愿上帝祝福你。